今天就实际的看一下这个店面。光这些装修就蛮有价值。现在有一客人他在装修他的店面，他之前是一个汉堡店，然后现在在装修，光是外面加这个，还不是这种，全部都是。然后他这种天花板的模式呢，这种模式，你在上面就是改成黑色的布或白色的布，或者全喷黑，就是你可以做一些升级。然后现在因为是休息，所以基本上中间是一个岛台可以使用。然后还有就是厨房啦，厨房很重要，厨房是看照片。各位看内容，然后冷冻的都在这里，所以这个地产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东西。然后有人说可不可以改成 That's a good idea， 就是做成室内游乐场。那就这火锅的设备就浪费了，但是 maybe 你买了地产 ，why not， 对不对？那边的厕所有比较大的空间可以走出去。里面都已经全部关掉灯了。我们从耳湾直接跳转到这里是哪里？这里是 Roland High 跟 Diamond Bar Warner 的交叉口，然后竟然在哪里？这里可以吃到耳湾我觉得最好吃的 Thai food， 这边就有啦，在 Roland High 这里。Anyway， 把地址放在下面。我们今天刚好来这边办个事，就来吃个饭，因为待会我们要去 Diamond Bar 的那个翻修房去看一下那个 project， 就来吃个饭。来到这个最推荐的这个通阳乌豆，在 Thai Green Tea 吗？ Thai Green Tea。妈妈，昨天他那个他说 mango 现在不是季节。翻新房，现在拆了全部都是啦，然后二楼不上去了，等到时候都弄好，我们就继续勾引，下周再来看一下。啊，走。这是什么？